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这在排队，在排什么吗？跟大家讲一下。你哪位？我不认识。第一间。你想啦。在排什么？不知啊。这间店在排什么？我不知。快跟，不要吝啬，跟大家说一下。我不知。说一下。不要。不要。第一间。这间是。墨尔本的那个豪大鸡排，台北市里豪大鸡排跟贡茶，贡茶台北有吗？贡茶台北有吗？再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看贡茶豪大鸡排，好，不然你介绍后面，你介绍正后面这一间是什么？介绍过了啦。这一间不要，看起来很壮观。这一间，其实后面很壮观。这一间是什么？快跟大家说一下，说一下，后面这一间是什么？说一下啦，好，不然你说你后面这一间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教堂。不知道。没看过，不认识。可乐了 ，Q 币里面，他不得前面要跟我爷爷说说。麻烦给大家看路人好了。看一下街景。老板给对，给人家看对面那个墨尔本的 U bike， 蓝色的那个脚踏车，就是。老板，你跟大家介绍你喝这是什么？你不要那么无聊好不好？快点！进啊，给你站位。我可以介绍刘成伟吗？好。刘成伟有一个三角眼，然后 OTP， 雀斑妹笑屁哦 ，Swanston， 这一、啊，你喝什么？感觉很丰富哎。真奶加寒天耶。寒天。对啊。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身后的这一间士林豪大鸡排，是台北的，没有错对吧？好，不要理他，我要问一个问题啊，不要理他，他要做坏事。我问一个问题，贡茶台北有没有？有啊。真假？贡茶台北有？有啊。天母有很多。我刚刚一直问这个白痴。我又不是台北人，我觉得你才是白痴。你问一个不是台北人，台北的问题。好，屏东有贡茶吗？有啊。真假的？贡茶是全。放屁！台中没有，不好意思。真的。台中没有，所以我问的这问题不是很笨。你回去就会有了。刚刚他讲说，白痴全省都有吗？对啊。白观众才说你是白痴。屏东、高雄都有。是哦。欸、可是我和高雄都没看过、啊。对啊，我们是真的没有。哎、欸，要领钱啊！高雄的哪里？我回去我一定要去喝。三明区。三明区。那个新觉江那边好像有。爸，我也不知道。爸。屁啦！我真的在新觉江工作哎、欸。对。多久之前？五年前。再掰啊！不止。七年前了。前面还有。没有了吗？在这里啊。我记得没有了，就这里。对啊，在这里啊。去桌子那边图书馆。
末了没？还没。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后面这一间。不要你录那么长，你是很无聊。图书馆是什么？而且图书馆都讲出来了。你跟人家大家介绍一下图书馆假日什么时候会有人？介绍一下啦。我不会啦。很漂亮哎、欸。你看那里有一个那个沉默的图书馆。哎、欸，有人买衣服丢在这里。有人丢在这里，有人丢在这里。很好，你是喝热的吗？不是，因为我常温。喝水的。哦。所以台北也有贡茶，很久了吗？所以那我的推测，合情合理的推测就是，这个鸡排跟贡茶是一起从台北来的。这个可能哦。哦。哎、欸，这是有牌子的哎。应该很贵哦。待会失主会来。哎、欸。可是那只是袋子而已，没有啊，那是衣服、啊。衣服啊。哎、欸，是你的那一间哎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。他没人要、哦。他回来，他应该会想到回来点。哦，有个号码。一五签名退党。大陆的。你喜欢墨尔本啊，想要走了，不会再来了。要啊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看 cosplay， 哎、欸，真的，哇哇，哎、啊，应该要去录他们了，我们走回去录好不好？好、啊，走，我们要在这边来回几次、啊。可是他走很快，没关系。我们，可是你叫他不可以，你跟他说 hello， 他应该会跟你好。我刚才在商场里面就有遇到他们。嗯，只是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表演，他们就一直走来走去，没了。好，我们要等下一个红绿灯。其实外面蛮想走到那个里面的，可是我们应该没有时间。对。澳洲警车，
下。恩琪，我不喝了，我要丢掉了。没东西录了，拜拜。拜拜。